大家好，我是小雷哥。最近在北牧那场巅峰赛中出现了一位嫦娥大神，直接将北牧打崩。这局北牧选了国服打野蓝，队友为盾山守约西施吕布，对面是老虎夏洛特张飞嫦娥鲁班。北牧表示很久没见嫦娥了，言下之意嫦娥已经不强，这把应该稳了。可在游戏中北牧却被嫦娥给军训了。第一次是在下路，北牧打野蓝刷到四级，蹲了一波夏洛特，大运吕布将其抓走后，中路嫦娥也支援到位了，开启大招一打二，将蓝和吕布全部收下。不是吧，一打二，哇，凭什么？第二次是在中路，半野嫦娥被北牧蓝推至塔下，嫦娥扛着伤害残血出塔后，瞬间开大秒了满血北牧的蓝，北牧直言嫦娥带挂了，有挂。第三次是在上路，北牧在线被蹲草嫦娥秒杀，直接崩了。最后虽然这局北牧一队输了，但背锅的并不是北牧，队友直言要举报的是吕布，一杠五确实太迷了。赛后北牧好奇看了一次带挂的嫦娥主页，赫然亮眼的三个大国标，杨玉环、嫦娥和貂蝉。巅峰赛1791分，北牧不但没有举报，反而非常佩服，其实这才是大主播应该有的素质。对此小伙伴们遇到过带挂的玩家吗？喜欢视频请给小哲哥点赞关注支持一波，每天更新，非常感谢。